今日是10月21号星期一， HKG 报今日推介，和大家一起看看华春莹对美国政府所抛出的灵魂拷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新闻司司长华春莹在10月19号在社交平台那里就 post 了一段对比的影片，影片的一边就播放着9月底飓风海伦来吹袭美国之后一片浪藉的北卡罗来纳州，灾民失去家园之后无家可归，甚至在灾难之中失去了亲人和朋友。而影片的另一边就播着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正在吹嘘美国国防部的丰功伟绩，即是利用萨德反导弹系统和美军人员去协助主动立火头的以色列防范伊朗的攻击。影片两边可以说是有非常鲜明的对比，而且嘲讽性十足，华春莹都不禁质疑啊，这个政府真正关心的是什么？是他的人民，定是都知道成日打着民主自由旗号的美国可以说是一个战争的常客，只是讲21世纪啊，由阿富汗去到伊拉克都是美军的身影，即使没有美军直接参与的，在几年前开始的俄乌战争到近月的中东冲突也都不难见到美国的黑手干预，似乎不搞点事出来就彰显不到美国的军事大国地位。霸权呢对外就耀武扬威，但是对自己的国民又怎样呢？九月底飓风海伦来吹袭美国，先在佛罗里达州北部登陆，再直卷美国东南部多个州，其中北卡罗来纳州受灾情况最严重，洪水和山泥倾泻令到无数人痛失家园，死者更加是数以百计。在人民受苦的时候，国家的上层人员做着什么？自然是忙着政治斗争啦。在佛州遭遇重挫后的一个星期，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的副总统何锦丽先是施施言打电话给佛州的州长德桑蒂斯，商讨有关灾后复原的工作，但是共和党背景的德桑蒂斯就没有听他的电话。事后何锦丽批评德桑蒂斯在风灾期间大玩政治游戏，而德桑蒂斯又反斥何锦丽只是为了选情而做show，只可以说美国的灾民实在太不幸了，撞正临近美国总统大选，就连救灾都要沦为政争的议题。当自家人民仲沉浸紧在失去家园和亲友的悲痛之中，两党就漠不关心，只不过是将灾情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和攻击政敌的手段。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到底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小编就不知道了，反正肯定不会是人民了。